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制琴师刘志伟。左边这一台 Zoom 的 H4n 是我直播和拍片最常用的收音工具，因为它有 USB 音讯输出啊。但是，前一阵子棒棒买的这一台 Tascam DR100MK3，它就没有 USB 输出。解决方法就是买一个 USB 界面，它可以把这个类比的音源转换成数位的，然后再插进手机的那个 USB OTG。iPhone 要买这个，然后如果是 Android 的话会比较便宜，事实上是便宜非常多。OK，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它收音的品质如何吧。现在是 Zoom H4n。然后换 Tascam DR100MK3。我今天是第一次把 Tascam DR100 拿来测试，所以我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。总之哦，等我把影片剪完，我们听听看就知道了。你觉得怎样呢？